风起洛阳导演谢泽评价王一博演技。从正片来看，您对他们的表现都还满意吗？尤其比如说王一博。我挺满意的，我挺满意的，我真的我觉得已经很满意了。我觉得还是蛮高的，他还特别认真，我觉得，因为我觉得他演到现在这样，我觉得非常，而且人的认真度很早就得到了我的那个尊重啊什么的。作为一个这么大演员，那也会迟到啊，晚早走啊，没有一次都没有，而且每次你给他们讲戏啊，或者他们都很认真。